博主不会告诉你的拍照神技之阴天变晴天。假期出去旅游运气差，碰到阴天还是想拍照，结果脸丑背景黑，姿势怪异，毫无氛围感。我们短期票花了4000多，为了给阴天拍照技巧，给我学。工具人退后2米，人物放右下角，微微仰拍，避开杂乱背景，自会反手撩发，美景构图随意走动抓拍， LA 即视感。坐在草地上，手自然往后搭，头顶记得留白，一会儿变魔术。变成片差点意思，别慌，打开剪图款 APP， 导入拍好的照片，人像模式还原一下美貌。到魔法天空，里面有超多天空背景，选择彩虹，一键换边，有手就会。还有氛围感日落模板，天气再差也能变得阳光感美照。接着选择调色，亮度-11，对比度-15，高光-8，曝光度-22，饱和度+5，色温+2，锐化+3。最后叠加一个微光滤镜，氛围感美照不就有了？都给我学，一下心情刷新。怎么咱拍出来就面黄妆脏还锐化？用这个拍视频，选择白平衡，往左拉是暖色调，往右拉是冷色调，我一般拉到4000左右，就是那种很自然通透的冷白皮质感。手指放大缩小变焦，拍细节更方便，谁还用原相机拍啊？拍照剪辑2小时，相册看睫毛的根根分明，很清晰，发朋友圈秒压缩，我的语气谁看了不心碎？视频就导入绿色小软件，传掉音乐，点击保存，直接分享到朋友圈，一秒变成高清画质。照片就给我打开紫色小软件，选择工具里的调整大小，输入相应的比例，每个尺寸的对应比例都给你们整理出来了，记得截图保存，这样发朋友圈，手机秒变单反，高清的毛孔都看得清。这种新型高跟头很酷吧？但我的会动。打开泡泡小软件，导入照片，选择贴纸，第二个工具栏，放大缩小到合适位置，再点一次贴纸，找到自定义，导入原图，智能抠图把人物抠出来，覆盖上去，点击保存。超级有创意的波哥照片就 get 了。主页还有更多你不知道的好东西，记得关注，么么哒。比头油的能炒菜更痛苦的是什么？是本就不多的发丝，轻轻一扯就断，毛毛躁躁，毫无质感。这是我闺蜜，这是我。虽然说我头发飘染一个不落，但还是有瞬健康。很多姐妹洗头发是不是只想着蓬松高颅顶？但其实顺滑的发丝才是显贵的小心机。走在路上戴着口罩都能变成第一眼美女。很多洗发水都只清洁控油，真正修复发丝的少之又少。这个 Olaplex 的4号洗发水真的，你信我。所有因为漂啊、染啊、烫啊导致发质受损的，或者本身头发就毛躁还沙发的姐妹们，一定要人手一瓶。它是这种乳液质地，稍微一点就能搓出这么多绵密的泡沫。像他家的核心二油键重组科技，就不是那种只会表面抚平毛鳞片让头发假性顺滑，而是帮助我们修护发型，把头发内部断裂的骨头重新接起来，而且还有很多植物提取物和玻尿酸这种保湿成分，修护的同时给咱们发丝补水，这不相当于给咱们头发整了个沙龙体验吗？冲洗也不会有干涩的感觉。你看吹干之后这个质感真的有惊艳到我，发丝很顺滑，也不会因为添加了植物精油就腻腻的，头皮还是很清爽，就连发根也不会扁塌，依旧很蓬松。搭配他们家这个5号护发素，顺滑到 crush 都抓不住。听我的，爱折腾头发、发丝干枯毛躁的姐妹们，赶紧冲这个保证洗发水！520和男友游乐园约会，信心满满，让他拍照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看照片250。除了智能的还是我可以直接浪费我的门票钱。这几个闭眼都能拍好看的万能歌图，赶紧给我学！做旋转木马也别放过，和男友对角线做，一手扶栏杆，一手舒展 wink， 少女心满满，好渴啊！我还不知道你早就给你买的果茶，好香啊！一打开就是浓浓的水蜜桃味。那当然，这个喜茶浓果茶里面一半都是真果汁，知道你怕胖还是低糖零脂的，好喝吧？是我喜欢的那种清爽桃桃口味，而且还不甜腻，茶味回甘，整个嘴巴都香香的。哎，就以这个魔镜头为背景，把画面放大2倍，蹲下45度抓拍我喝水。拍摄时咱们做外圈，让笨蛋男友做斜后方内圈，飞起来的时候点右边的小白点拍照，边录视频边抓拍，氛围感拉满。名字这么好看，放在草地上拍一张，选一张照片，一起打开手机剪映，选抠像里的智能画笔，然后选择描边去位图搞定。好喝又好拍，520赶紧让笨蛋男友给你们团起来约会喝。你不知道的变美小心机之绸缎发，你以为的光滑柔顺似绸缎的发丝，实际上干枯毛躁如稻草，根本梳不开。从这样到这样，只需要从瓶子里挤出几滴水油状液体，很快头发就从枯草变绸缎。
真的全靠第四代卡诗山茶花护发精油。如果想要改善头发干枯毛躁，趁花季变成第一眼美女，千万别偷懒，头发护理很重要。讲真的，卡诗真的没有凭借，他们家这个护发精油可以说是我头发飘然纸上的白月光了。我一般就是洗完头半干的时候仅两个三泵，它这个质地哈就是肉眼可见的轻薄，完全不会油腻，就算这样摸镜头都不带糊的，就这样从上到下给它抹上去，很快就吸收了，吹干后再涂一点在发尾就可以了。我这个长期飘然的头发都能有这个效果，很不错吧。他们这个精油都已经升级到第四代了，直接就是给你把山茶花活性精粹程度拉到99%加。卡诗真是自己卷自己，每次用都有被滋润到，而且我发现这个第四代升级了山茶花成分，抗氧化力加强，像给头发打的水光针，每次吹干都巨有光泽，更别说山茶花这种植物超顽强的生命力了，修复力杠杠的，用了一段时间改善发质效果真的很明显。姐妹们，青春没有休假，想美必须现在，先从头开始给我精致起来。你不知道的美女秘密之冷门 P 图法，炯炯有神术。你们以为博主芭比大眼，其实呆傻无神，只需要点面部重塑，不要直接大眼，先大眼加五，再调节眼高，最后叠加一点眼神光，眼睛无痛变大还自然有神，拯救色差。你以为的王刚冷白皮，实际上假白色差大，只需要先云敷加100，再点开妆容笔里的彩妆笔，找到灰色涂抹在脖子手臂，色差瞬间消失，老娘就这么白，瘦瘦术。你们想要瘦，瘦脸瘦身一顿推，山路18弯。其实只需要把图片旋转90度，点开手动媒体，选择增高，调整到手臂位置，往右拉100，根据照片叠加几次，一秒瘦手臂，显微镜来了都不知道你提过。主页还有更多变美干货等你发现。有一个爱徒步爱爬山的男友是种什么体验？无非就是回家拖鞋之后那个酸爽味直冲天灵盖罢了。家人们谁懂啊谁懂，是不是每一个男朋友老公的袜子都能做到脱下来能直立在地上的？但是他现在的袜子哈，就算穿了几天下来也不会有那种臭味。男友脚臭或者自己脚臭的姐妹们赶紧进来记笔记。首先就是养成勤换袜子的好习惯，求求你们别包浆了还在穿。选袜子也很重要，不能太薄也不能太厚，最好是选这种纯棉的，薄厚适中还透气吸汗。咱们可以买一瓶几块钱的这个碘伏，半盆温水加一瓶盖碘伏去泡个5到10分钟，既能抑菌除臭，泡完还能睡个好觉。要是实在嫌麻烦，哎，就可以配一个新西兰的老奶奶臭脚粉和喷雾，这个臭脚粉闻起来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。我跟你们讲，就你们穿鞋的时候直接倒在鞋子里，摇摇匀再穿上就行，贼简单，而且白天出门急也不需要等，是植物萃取的，成分啥的也不用担心，真的很吸汗。像我男朋友平时登山穿的这种靴子，用完爬一天山下来也还是清清爽爽。你们有没有觉得一开鞋柜门那个味道难以形容？感觉有几百亿细菌在鞋柜里安家立业，这个喷雾真的救大命。晚上回家之后就可以用这个喷雾喷在脚上鞋子上，还有鞋柜一定别忘记，家人男友的鞋子都放里面，很容易交叉感染，喷一喷进一步杀菌除臭，杜绝感染的风险。麦卢卡也有加薄荷精油搭配起来，抗菌消臭一手抓，是那种薄荷香气，两个搭配起来坚持用，强效抑菌。像我男朋友这个汗脚出门一天也要明显感觉到出汗变少了，也不会有那种臭味，这俩在新西兰基本都是家家户户必备。但是千万别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哈，拿到之后记得扫扫防伪验证码，有了这些好东西再也不怕被脚臭熏到吐了。你不知道的美女秘密之冷门 P 图法，笑人发光术。你以为博主的夜晚大片，其实乌漆嘛黑，只需要添加白色贴纸，混合模式选叠加，放大覆盖全图，擦除全部，恢复比恢复人物，再微调一下，自然夜间闪光灯效果，背景虚化术。你瘦身瘦脸一顿推，这胳膊比我的人生还要坎坷。其实只需要点开手动媒体里选择瘦身瘦腿，调整到合适的大小，想拉多少拉多少，谁能看出我劈过大腿也同样适用。别太自然了。